今年武汉入梅时间早，总体降水多，夜间降水强度大，尤其是7号到8号将有中到大雨，局部暴雨。 天哪，好紧张啊！哇塞，过来，看见没有？这个起码来一。赶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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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在想到时候要是考试没考好，那多尴尬呀！要是我高考没考好，就不要拍了吧，不是，就不要发了。浪费胶卷，唉。您的体温正常。您的体温正常。好，坚持一下。您的体温正常。你有自己心里期望的大学吗？国美呀、啊，谁不想考好一点的？你可以看一下的，前面这一块，蓝色的围着的这一块就是华南海选，是吧？现在还封闭着在。4月8号，武汉解禁，我们家两个孩子过生日，18岁生日，我觉得特别有意义，对吧？4月8号。4月8号，武汉解禁，我们过生日。当时我们孩子出生的时候，门前的两个樟树很小很小，可能就是还不到我胳膊这么粗的一个树干，现在已经长到3-4层楼那么高了，所以真的很不容易。我是发的这个。这个是儿子小时候的照片，这个是姑娘小时候的照片。然后呢，跟他们说了一句话：愿乖姐宝弟只争朝夕，不负韶华。好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同学，我在那边先打个岔，我怕一会儿讲，我又忘记了。他这两个袋子连在一起的，这是果子啊。嗯，糕饼拿了吗？幼儿饼拿了。幼儿饼拿了。乖乖，你需要什么？你明天打电话回来。好重啊！好重啊！好，拜拜拜拜。好，拜拜拜拜。头发第一天啊，我就不说什么了啊，因为待了太长时间了。但是学校的校纪校规还是遵守的。别的班都只有分 A、B 班，每个班都只有10几个、20个人，我们班内有30几个人，所以人有一点多，要做好这一个自己保护自己的这样一个意识啊，有这样一个准备，不要在那边交头接耳，上课的时候也在那边不要讨论。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育才美高的校园。确实在同学们出生的那一年是非典肆虐的那一年，而高考又遇到了这场新冠，是否就真会因为这条疫情我们的高考成绩就要下滑呢？我们武汉的同学可能会受到影响。我校医知道我们或者是其他的几条工具。
有一条线和 M 是垂直的，能不能一定推出 L 和阿尔法是平行？从这段材料来看的话，你就能发现出两个点了，一个点外商刺激，另一个点政府给了一定的什么优惠的政策。刚才在整场进去的时候，他们都还笑话我，他们问我说：“你那么怕我吗？”其实我说实话，并不是因为怕学生或者怎么样啊，这更多的是感觉到这样的话是不是对学生更负责任一些。这边那个泥巴都掏出来了嘛，现在给他做个这个了，做个绳子，因为他们喜欢骑都是绳子啊、花甲呀、啊，用那个酸绒，那个酸绒把它一扛个么子的。那今年的联考满分还是300是吗？300，反正我不瞒你说啊，对，因为我们的丫头的这个水平啊，因为包括她的悟性，我感觉啊，杨木山对她来说，也不能说没发挥好，我觉得还是有问题的。我觉得他们把高考看得太重了，我不想把高考看得那么重，因为我不想把它当成一个特别那个考试，因为你看得越重越紧张嘛。我选择 C， 是 C 吧？你选择什么？我选择 B。我技术吗？不是，我当时在纠结它到底是 M 是 B 吗？它的影响到底是关于什么？他们 B A 对的，我是看的，所以这个 C M 报圈我是出俩数。他每次拍的我都拍不要拍丑了。你值那个样子好不好？别自我感觉太好。王海林到。我们大家做一下试验呢，从这边过去得多长时间呢？你着重要看看那个桌子平不平，家里有个电板不让进去的。不能进考场应该是。你就只能进校园，不能进吧？但是怎么？就不能进教学楼，知道吗？教学楼都不能进，疯了！要万一你进去打小抄嘞？那还是把电板带着吧。蓝色，你等一下，你进去的时候，你把它进教室之前，你把它扯了甩了，它就把蓝题都丢了，懂了吧？故意给你拿的蓝色，对吧？哎呦，笑死我了！你说我爸是不是很搞笑嘞？不给我伞，给我个这个，这有什么用啊？别人都是挡头的。阿广，叫他晚上露伞没有？加油！加油！好！哎呀，拜拜！不紧张啊。要当时回去还是吗？我说个实话，我是蛮想回，我回个周末直接回去，回去着急。7月7日，高考首日，安徽涉县因为暴雨取消了上午的语文考试，下午的数学考试将正常进行。太难了，我要哭啊！难什么呀？今天广东的考生迎来了亮相，就是这种高考考试。不过天津地震也从明天开始，突如其来的特大暴雨给广州的6.5万人。昨天早上，湖北黄梅县华宁高中将近500名住校高考生因为突降暴雨引发的内涝而被困住了，校内的水深达到了1.6米，学生们都没法去考试。李老师现在心里什么感受？心情，说个实话，我形容不了，因为我还说呢，这个万里长征还没走完呢，还有校考啊，是吧？我不仅要操心姑娘，还要操心儿子啊，所以说这个东西不好说，不敢焦急。
水姑娘，对，等等，等等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你别拦着我床。怎么了？嗯？怎么了？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妈妈，我的。宝贝回来了。宝贝。宝贝，宝贝，宝贝。瑞瑞。那抱一个，抱一个，抱一个，抱一个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瑞瑞，好吧，我先回来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可不行，我靠。没事，都不行，不要紧，就你最行。听见没有？姐姐的心态很好，我是跟她心态好，我心态好个鬼，我明明是为了她。小姐，你真的不是？哎呀。你这一出生无法登录是吗？跟我反馈一下，然后再往下调一点。你再微调，你就调这个支架，好吧？凳子就不动了，好吧？我们的记号都做好了。